这是深圳穷食记，大熊抢到了芙蓉王九家冻蛋糊记羊肉馆的套餐券，49.9抵256，主要是吃它的羊肉火锅。这家店呢，美团评价是4分，49.9抵256的套餐能有多好吃呢？这次我们一起来打卡一下。据说这张券当晚就被抢空了。它的锅底是羊杂汤锅底，底下是足足一斤的羊肉，酱料可以自己调配。一斤的内蒙古羊肉有些略微的膻味，不过都是可以接受的。薄切羊肉肥瘦相间，羊皮有嚼劲，料非常足。套餐里面的手打鱼滑呢，鱼滑没有什么弹性，口感一般。大熊觉得它的鱼滑不够新鲜，搭配的粉丝和毛白菜配料放在汤里面煮出来的口感非常不错。额外大熊还想点一些炸腐竹，但是一问店员，他们说没有。吃完饭后，店员会给我们一张评分表，但是他们的服务都是有些怠慢。这家店呢，还是需要多进一些打火锅的材料，比如说炸腐竹这些我们打火锅必备的。环境和服务呢一般，但是它有提供室外抽烟的餐桌，这点很贴心。总结下来，我们一致评分会给个4.1分，加分项是他们的羊肉火锅，他们的羊肉真的很足。